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而欲道德之射也，这句话将身体比喻作装文化的车和安放道德情操的房屋，车子坚固才能够多装快跑，房屋牢固才能够让我们住得安心。体育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可以找到强大内心的路径所在。那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呢？今天呢，将会有一群呢乒乓小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和体育之间的故事吧。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乒乓小将的故事。欢迎大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快乐大巴号，参与我们的直播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云端游戏，参与我们的幸运抽奖，留言互动。希望各位能够在评论区写下你最喜欢和擅长的体育运动是什么。为各位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资深媒体人周奎博士，欢迎您。大家好，我是周奎。说起乒乓球，真的是全民运动，而且是终身运动。因为我想起小时候课间，我们有一块长长的石板作为球桌，然后有两本书作为球拍，然后呢放三块砖作为球网，我们就能度过非常愉快的下课十分钟。所以从老到小都喜欢乒乓球是有道理的。接下来呢，为各位介绍的是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霍小雷、毛毛虫，欢迎。哎，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从小啊就在石家庄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附近转悠的啊，但是从来没有走进去过的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大家好。关于乒乓球这项运动，今天为各位请到的这位特邀嘉宾有怎样的感受呢？掌声欢迎特邀嘉宾出场。欢迎我们的全满贯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楠，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前乒乓球运动员王楠。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有一面魔镜，他知道很多秘密。魔镜魔镜，请快告诉我，小朋友们是不是长胖了？有的小朋友呢，是不是还戴了小近视镜，变成了小近视眼？魔镜皱皱眉头回答我，由于小朋友们缺乏锻炼，多出了好多小胖子和小眼镜。接下来大家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多锻炼身体，多运动起来，这样才能让我们保持身心健康。其实我小的时候，魔镜也告诉我同样的话。我从7岁开始打乒乓球，现在每周我还在坚持训练2次。所以记得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别的小朋友们可以回家，而我则要到体校去训练，非常非常的辛苦。在乒乓球的这项运动当中，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每次最幸福的时候，每一天爸爸妈妈完成家务下班，然后来到队伍来看我，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他们会带来很多好吃的，让我也感觉开心和幸福。他们用爱守护我内心梦想的种子，给了我坚持的力量。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心中也有一颗梦想的种子，无论年纪大小，千万不要因为辛苦而把梦想而放弃，把它当作你的指明灯，让它指引去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能实现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教练的指导，一次又一次的比赛，都在不断地打磨我的性格，
让我重新认识到，任何时刻都应该保持一颗胜不骄败不馁的心态，每一场球只要全力以赴，一个球一个球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一个球一个球的尽力去拼，不问结果，不让输赢占据我内心的第一位，那样我会离胜利越来越近。经常在大赛当中，大家会看到我，都觉得我特别的自信，因为我稳住了自己的内心，让它能够真正强大起来。这么多年训练乒乓球给我带来了很多荣誉，但是我认为这些荣誉跟能够让我有一颗坚强强大的内心是没有办法来比，所以这笔财富任何奖牌无法衡量。所以我们的魔镜又说话了，他让我告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乒乓球并坚持下去，那就一定会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和快乐，变得更加阳光自信。谢谢大家。欢迎欢迎我们的全满贯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楠，欢迎欢迎。可能呢，我们一说到竞技体育就会想到呢说要永争第一，其实呢在很多时候呢，体育还教会了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胜败从容， 是吧？嗯，好，欢迎王楠，有请嘉宾席就坐。一群热爱乒乓球的乒乓小将们，他们有的是受父母影响而喜爱，有的是自发喜爱，虽然小小年纪，却与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吧。好，欢迎我们英姿飒爽的乒乓小将闪亮登场，欢迎你们，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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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欢迎拍一下，欢迎欢迎，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从我们最小的小朋友开始。大家好，我叫笑笑，今年四岁了，打球一个月。一个月，哇，这么长时间呢，30天呢。好，下一位。大家好，我叫郭琪，我打球2年了，我10岁今年。啊，今年10岁是吧？欢迎欢迎欢迎郭琪。大家好，我叫张海彤，今年8岁，打球1年了。啊，欢迎海彤，欢迎。大家好，我叫嘉子阳，今年10岁，打球4年了。哇，你的球龄长是吧？嗯。大家好，我是孩子们的教练，我姓吴。嗯，欢迎吴教练，欢迎。嗯、那个吴教练再介绍一下，这个球龄啊，都有一个月这么长的，我们的这位小一家。嗯，那就是很有那种运动员的那个。展现自己的那种天赋，而且就是训练的时候说的比打的多，是不是？不，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刻苦的一个小运动员啊。而且您从那个拿球拍的那个手也看见了，也是左手的天赋型运动员。哦，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真的左手握拍是吧？对。所以以后无论我们打得怎么样，我们上场的时候我一定要左手拿着球拍。他打球的那个球感啊，嗯，最主要我觉得运动员呢，他的那种运动员的那种性格，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嗯，那我问问那个笑笑，什么叫球感好有天赋？就是手感好。手感好，那是左手的手感好还是右手的手感好？左手。左手的球感好，哎呀，太棒了。嗯，你看人家说话就不打啊？你说什么？右手都不打，那不得两只手一起打吗？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啊。对。啊。那今天我们呢就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一起来一个乒乓对抗赛，好不好？请我们的四位嘉宾也来到舞台上。看到了，我们都选择了特别得心应手的这样的各种球拍，那我们分别展示一下。金豆哥哥，从你那边先开始。这个我就一直颠着吗？好啊，哎呀，好，看看我们的那个小贾同学，小贾同学啊，你都选择平底锅了，对不对？好，我们看一看彤彤拿的迷你球拍啊。这球拍还没满月就出来上工了。微型球拍。
还能球拍能不能翻个面？翻一下，瞬间可以翻手，翻个个可以了。太棒了，太棒了！来，郭琪。因为这个羽毛球这个比较长，对，弹性特别大，羽毛球拍比较长，所以不太好掌握。其实不好控。一般人的话，可能一下就那个打掉了。来，我们下笑笑。呦，可以，太棒了，太棒了！来，现在到我们教练了啊，教练。教练拿的是什么？扇子。哎，教练是拿了一个小扇子，塑料壳，扬不扬分？哎，好，现在到我了，我也不走寻常路。拿手卡都可以。哇，可以，可以吗？可以。多年。来，该纯业余了。该你了。我用球拍。哦，哎呀，可以啊，拿棒。对，拿球棒。也非常棒，但我们整体的面积呢都比较大。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世界冠军是怎样颠球的。我这个手贴，关键还是折叠的，还少了一半。这个接触面也太小了。今天应该拿一个大点手机上来好了。对，应该拿一个。哇，掌声！好了，那么这仅仅呢是我们的一个热身赛。现在呢，我们又上来了两个道具，这个呢也是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2020年，很多小朋友在家的时候呢，他们为了呢休息一下或者调节眼肌呢，而专门会买这样的一个玩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呢大家的这个默契程度了，有可以选择这个的，也有呢可以选择人工智能的。好，来，笑笑你先来好不好？笑笑你在这边，嗯，你在这儿。都得给到点是吧？可以，这样可以啊，可以。哎呦，哦，给的落点都很好啊。来，必须得有，这叫喂球是吧？哇，特别棒，嗯。好，那个郭琪跟谁？你跟谁？愿意跟谁？我跟他选择了伙伴，要打哪个？那我跟小雷哥哥也用这个，好吧？你在这儿，宝宝，你打啊，你再往前站一点啊，好。对，轻一点，轻点行吗？轻点行吗？教练，他们俩干啥呢？这个不好教，对，默契，越来越默契了，自己会打这个，不要，一，哟，对，轻点，那边掌握不好节奏。郭琪，你看那叔叔和阿姨在怎么打？来，一块儿跳起来了。我们有像不像一个动画片叫做乒乓旋风？这个恭喜小雷和小鹿姐姐配合相当默契啊，训练器好用。这个不太好掌控，这个太难了，这个完了。来，郭琪，我可以跟你打。来，给阿姨小轻点。我说这挺累的。来，小鹿姐，你这个无实物表演相当到位，这一表情。来一记扣杀，一记扣杀，小龙姐姐，好，他也配合，他也好配合，你好配合呀，哎呀，那现在到了激动哥哥和周老师，你们选择哪个？我们俩是不是我们都打得太出色了，有压力了？走，谁能赢呢？走，咱俩挑和平，对。哎，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和平球吗？注意，咱距离小点，是不是？这就是离得越近越好呢。对，你还进攻我？我不来，走。好，那第二轮游戏呢？我们的这个默契程度考验的游戏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一个增加难度的颠球过障碍。因为啊，今天我们来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还有呢我们专业的乒乓球小将，连我们只学了一个月的这个笑笑都这么厉害，所以必须增加难度，对不对？对。好，现在呢我们分成两组，我们是接力赛。那个小雷，为什么你自动站到了那边呢？啊，我们不是按年龄划分的吗？不是啊，我觉得你可以站到这组来。好啊，我其实然后呢那个王楠跟笑笑算这个一个人好不好啊？那这边呢就是你在这组，愿意在这组还是那组？过来。那你们三个不能在一组。好，现在呢我们就分成两组了，
我们先从起点出发，过一个坡度，然后抢这个平衡木，跨过前面的跨栏，然后呢上了我们前面这台阶，这样第二个人才能出发。好，来各就各位啊，做好准备，预备出发。抢平衡木，抢平衡木！哎，我上。对，先上去呢就排在前面了。跨跨栏，跨跨栏，跨也行，钻也行啊，都选择了钻。好，现在要上台阶了，上台阶，只要下了台阶，第二个人就能出发了。好，我们这队的第二个人可以出发了。出发，出发。然后赶紧回到队尾，回到队尾。快抢，快快！抢来了，你看。金豆哥哥，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排到了前面。啊，这个好高啊，这个。哎呀，几乎是同时。好，好，金豆哥哥那边小朋友快出发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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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抢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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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加油，加油，加油！跨栏，跨栏，或者钻栏。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周老师准备出发，哎，走！哇，一下人家蹦了下去。周老师和奥运冠军同场竞技了啊！哇！哎呀，哎，周老师走了，周老师走了，周老师放飞，可以可以。哎哎，到底是钻过去还是跨过去呢？周老师犹豫了一下。我算了，我的腰还是别跨了。好，上台阶，上台阶，赶紧抢台阶，抢台阶！啊，周老师！这支队伍，王楠这支队伍获胜。好，现在第二轮开始，第二轮开始了，第二轮开始了，没事，最后一个，后面后走了，你们开始了，开始了，快走，没事，我负责赶超。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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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们这边冠军队的确快啊。毛毛虫哥哥在平衡木上特别的婀娜呀，行行，金豆哥哥非常灵活，啊，几乎是同时。那么窄的台阶怎么同时站上了两个人？我都没看见他走到那儿了，我低球看球了。利用你大长腿的优势，周老师，大长腿，加油加油！来，笑笑上平衡木，笑笑上平衡木，上上上，加油，笑笑快，笑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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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紧随其后啊，全队，加油加油，笑笑钻钻钻，哎呦，上台阶了上台阶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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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彤彤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几乎同时返回。小雷为什么现在就完成了两轮之后就蹲在这儿了呢？我觉得这赶上这一周的活动量了。真的吗？觉得运动量特别大是吗？我们问一问年龄最小的这个小选手，累不累？累吗？平衡木，平衡木好走吗？好着。好走，好，特别棒。那来一组这个两两对抗的单打，好不好？好。好，我和洋洋一组。好，你们俩这个率先开球，好吧？来，有请。哎，单打单打我跟他不行，单打吗？单打呀，啊，和平球啊，和平球啊，来五个来回啊，大了大了，好球，哎，好球，和平球啊，1-0，1-0，对，有点没弹性这个啊，啊可以，哎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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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来来，这儿有球，这儿有球，这劲儿大。2-0了，别输，哎呦，可以啊，可以，可以，哎呦，哎呦，这可以可以，可以，打点平球，对，对，打点平球，嗯，和平球，金豆哥哥你真可以的，可以，你这绝对可以，啊，现在不用给面子了，这就是欺负小孩，我跟你说，我放绝招了啊，我是我们小区的反手王。吃球啊！没吃，没吃。你看，小贾仰天长啸啊！来换一个。哎呀，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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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练点评一下刚那一球怎么样？漂亮。这样，你这个我跟你说叫欺负小孩，真的是欺负小孩。好，换下一组。啊，好，该你了，该你了。来，周老师。有本事上那三岁的。你先来，你先来。好，我让着你啊。哎，好，这个来。这球不算啊，这球让着你了啊，开始了啊。1-0，2-0，哦，你发一个，球呢？打的都找不到球，再来一个，找不着了。好，我发一个。啊，你发一个。在哪儿呢？哎，可以。有点用啊。嗯，可以可以可以。小郭同学，小郭同学上场。好，小郭。你选择一位对手，啊，选他吧，选毛毛虫，就剩我了，选毛毛虫，小郭加油啊！我跟你说，看专业不专业，完全看是不是高抛发球，别看多高没用啊！没有吃你，怎么都是这些？你们老来这一套合适吗？你不要这样，你不要学我。他学的是一场。哎，郭琪来一个这个，这叫搓板球吧？应该是，你看看，球，脚底下有一个球。郭琪来一个，来一个，打个平衡，打个和平球。哎，郭琪，你看他的球能接不住，我都和平不起来。你给和平一个，郭琪，和平一个，别打转，别打转。对，对，对。哎，郭琪想我跟你这就发一个，和平。你不跟我和平，好，现在来，不行，我这不行。王楠和那个我们笑笑来，先正手吧，先正手的，对，我跟你讲，我这位的，笑笑还没有乒乓球台子高呢，对。哎呦，好厉害呀！这个动作多么规范是吧？然后真稳定啊，太稳了。只要喂球喂的真好啊，是不是？好啊，最看出来了。来，这个笑笑，我觉得你这陪练不错。打个反手，宝宝，咱打个反手。反手是刚刚学，反手刚学是吧？哎，可以了，好了。哎呀，太棒！最后一个正手来，来，最后一个正手来，宝宝。嗯。哇。郭琪，去上那边去，来，你俩一人打一个来。笑笑，好。耶！哎呦，不玩这套了。最后一个啊，笑笑最后一个。哎，好。现在男双开始了啊！哎，往这边发。行，可以。男双。哎呀，我们打几分的对手？我们打几分？七分吧。啊，七分是啊。好，1-0，擦网，擦网，对，公平，擦网，1-1，啊，这都1-1了，刚刚谁接呀？谁接呀？1-1了，夹子，2-1，这当职业比赛打呢，是不是？当职业呀，哎，我们这儿吧，我要接你接，哎呦我的天，哎呦，2-2，你这不是那个谁的那个？你发，漂亮，漂亮，哇，你闪开了，这是2-3，这个不赖你们俩，不赖你们俩，对，那坏了，这赖这个练的不够，没事没关系，挺好的，你知道吗？这个双打呀要互相鼓励，知道吗？对，不能互相埋怨，对，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的那个。配对啊，一定要鼓励。对，听王楠老师说了啊，这个双打一定要互相鼓励，不能哎呀你发的什么呀，不能有埋怨，就是这个双打的基本。没关系没关系，来继续。哎呀，发的好，发的好，这个发的非常好。嗯，好，加油。哎呀，漂亮，又没拉上，又没拉上，拉空了。再有球，几比几了？6-4，还有一个，记得都清楚，我们都忘了。彤彤往前站一点，彤彤，哎，往前站一点。好，加油！
六比五。黄涛再往前站一点，对。7比5，结束。获胜队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我们的彤彤和金豆哥哥这队，祝贺！祝贺祝贺祝贺！来，祝贺小伙子，打了4年，确实是不一样。祝贺叔叔。那因为我刚才说了，乒乓球它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老少皆宜。因为他这个说到老的时候就指了你。对，因为他这个运动嘛，我觉得活动量并不是很大，然后又安全。那么对小朋友来说，就是可以这个眼睛啊、协调力啊，包括那感同啊，一个接收信号。那天我也是跟一个专家聊，小孩的接收是靠这个头部的上边这个感同，然后呢，你扔东西第一反应没有练过的话肯定是躲，但是你练过乒乓球以后，他第一反应是接，所以就是小孩这个协调能力可能是从这儿开始。前庭嘛，整个对对。那刚才说了，其实像我们彤彤呢，练了也就是满打满算1年的时间，觉得变化还是挺大的，是吧？对，彤彤因为是从真是。开始特别内向这孩子，然后后来一点点，我们有夏令营，在那个威海每年都会有，他就跟着练，从第一期跟到第三期，然后一点一点开始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可能在这个性格上比原来开朗了，也不那么害羞，后来妈妈说变化挺大，现在就一直在坚持练。对，所以这体育运动呢，其实外练筋骨皮，内练呢还练你的这个意志品质，包括性格呀，跟人打交道，所以是一个全方位的锻炼，对，是吧？他不是说一打就非要打冠军、世界冠军那个压力太大，或者要走职业道路，对，他就是一个锻炼身体，然后通过体育能够培养一下他这个顽强的意志品质。我觉得一有训练，一有比赛，就有输和赢。其实现在小朋友最怕的就是输。对啊，好像一说要输的时候，他首先就放弃。那么在比赛当中，每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的话，他就会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这样也是一种这个抗挫折的一个教育。对，好，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这个乒乓小将呢，我们进行了整场的各种方式的互动，觉得运动量大不大？大啊！你看，这都是老年人的这样的说法，是吧？你呢？觉得运动量大不大？你们？不大。你这么一头汗，你说不大？我们再玩2个小时，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呢，非常高兴王楠能够带着乒乓小将和教练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通过刚才的我们一轮一轮的游戏啊，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个阳光体育快乐乒乓，孩子们在整个运动当中呢，呈现出的就是一种活力和快乐。好，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4位小朋友快乐大巴的专属礼物，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多用途的环保袋，里面呢是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我们快乐大巴的盲盒。如果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也想获得我们的专属礼物的话，那么就请下载央视频，关注快乐大巴视频号，参加我们的直播和我们的云抓盲盒活动，更多丰富多彩的礼物等着你。好，谢谢。我觉得这可以装你的球拍，你觉得怎么样？来，可以拎起来啊。希望呢，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找到一项可以使你快乐并且从中受益的体育运动，并且呢坚持下去，你就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希望每一位阳光少年都可以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快乐大巴，下期节目再见。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乒乓球呢是我们的国球，那老少皆宜。想问一下王楠，那比如说小朋友从几岁开始就可以接触乒乓球了呢？其实我觉得乒乓球这项运动真的是适合于不管是年长者还是年幼者，没有什么年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限制，只要他能拿住拍儿，然后他能够颠球，看看感觉就都可以入手。因为乒乓球它还是也是一门技术嘛，啊，竞技加技术。首先训练的时候就要把这孩子的拍儿要拿得住，然后从颠球开始，第二步就要动作一定要规范，尤其在这个最初学习的时候，动作的规范，第一它不会受伤，第二它的发展空间一定会更大。如果上来呢，如果动作是特别的较劲呐，或者是不规范，影响他以后整个打球的这个节奏。
其实每一种运动都是这样的，一开始的基础动作必须规范。对，这个教练还有一个这个训练计划，包括整个他够不够专业性的这么一个指导，这很重要。嗯，那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他们在家的话没有这个大的乒乓球台，那有没有一些在家里可以进行的一些小的训练的这个小技巧或者是方法？其实我觉得乒乓球最好入门的就是你有一个拍儿，然后你可以在家练球，颠球啊，颠球，这是最基础的。我们小时候也这么练，然后就做动作，就是做动作，因为它有这种累积，它的肌肉会有记忆啊。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先20下，然后再50下，最后打规范了以后，你一上台，它自然而然动作就能做得很规范。还有一个呢，现在就是这样，左手换右手，你看着很简单。我那天让我们家姑娘在家里边扔，她就会经常抓不到，因为她是需要个配合。但是这个球你看有用吗？它肯定有用，因为你发球是一个手颠起来一个手发，所以两个手的配合是完全可以在家里边父母和孩子可以作为一个游戏。看似特别简单，但是呢却是扎实的基本功。对，另外刚才你提到的是父母可以跟孩子之间，这也是一种亲子互动。对，更重要的就是一个是互动，第二个就是也练他的专注力。因为他抓球这一拴他一定要专注，如果我稍微精神不集中的话很容易就跑掉了。这也是一个手眼协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其实很多时候跟弹琴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的。是的。在跟王楠的接触过程当中呢，王楠也反复提到了这个阳光体育快乐乒乓，这也是希望呢传递给所有喜爱乒乓球的青少年的一个跟乒乓球有关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吧？对的。我是希望在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推广当中，能够让青少年们能够快乐乒乓，一起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呢，不要光去想打乒乓球就一定打世界冠军啊，打乒乓球一定是什么样级别，没有。在这过程当中能够让孩子们健康快乐身心全方位的成长，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方向啊。好，希望呢所有喜爱乒乓球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都能够在乒乓球运动当中呢享受到阳光，享受到快乐。